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hini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就是面前这款 Gucci。 大家都看到啦，它这个款式是一个手包的形状来的。它除了附带这个手包的、手带之外啦，它也都会有这条肩带，可以调校长度，适合不同高度的、人士啦。它先介绍它现在这个经典的 GG logo 啦。今季的系列呢中了一个黑色的皮革 logo 呢去做翻嘅，咁另外佢側邊呢啲都係一個 GG 嘅 PVC 料做個 logo 啦。咁佢除咗 PVC 之外咧，就有個全牛皮製嘅。咁佢本身嗰個間隔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寬闊啦，見到都放到好多嘢。除咗做手包之外咧，車孭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放到銀包啊、電話啊、鎖匙等等，非常之多嘢嘅。細節位置亦都做咗個 Gucci logo 嘅。咁因为佢系一个黑银嘅设计啦，所以佢呢个颜色上咧嘅配搭比较型格，即系男士、女士都 OK 嘅。咁佢系双拉链设计啦，打开入边咧系一个棉麻嘅内里啦，同埋佢有个暗格嘅设计。咁如果大家想将啲私人物品收好啦，又或者系啲锁匙唔想撞到银包咧，就可以将佢放喺呢个分隔层入边啦。布质的内里非常之耐磨，如果放锁匙的话都不会刮花的。除了做手包的款式，它也可以做到斜孭袋的。我现在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看。如果想不用手带的时候，也可以就这样手拎的。示范一下用肩带俾大家睇睇。咁呢个扣嘅位置咧，亦都非常之容易开合，同埋佢亦都系做咗个做旧款，见到佢啲细节位置咧系偏黑黑地嘅，非常之特别。咁啊，轻轻一拉佢就可以打开噶啦。咁肩带嘅位置咧，可以做到侧孭，又或者系斜孭都可以嘅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一款新嘅设计，可以嚟翻尖沙咀名人站门市揾我购买，亦都可以下载 A P P 购买。多谢大家今日收睇呢条短片。拜拜。